那么今天就来这么一个新开的一个叫牛角的日本烧烤店来看一下啊。就在多伦多 Midtown 这边 North River。5点开门啊。多伦多只有一个吗？多伦多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吗？人家贵人都是呀，就当地。他这写一个。Well, 那有两个吗？哦，那家就我们以前经常去那家，六百在当地有一家，只判有624个。没有，好一段时间了吧？我去了一次。Value lunch 一样的啊，好吃。我也第一次来，这是刚开的吧？应该是。不，我第一次来整个这个牛角。牛角这个哦。你我在 Boston 吃过。你在录吗？是吧？你在录吗？对啊。啊？什么对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那你对啊什么？觉得这个有点难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倒这个酱？他应该做一个东西，可以把它，你要一起倒的话，你就把它放在上面。嗯，为什么吃肉之前先得来点草呢？爽口啊，开胃是吧？辣白菜加豆腐，操了，倍儿牛。哎，没事，我烧烤专家专门烤这个，你熟不熟还没看呢。你不要去混进去，看到了吗？混进去。容易忘记录像，这个我觉得是好，我估计打开就一包灰。你干嘛？